姐妹们学着点。女人，你别以为能够逃得出我的手掌心，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你还骚我？这里是5000万，马上跟我回家。干嘛？坐公交车回家？嗯。你是第一个敢拒绝我的人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够了你今天。该死，我竟然会心痛你的软肋。记住，这个世界上。猪蹄怎么配得上这么精致的呢？拿去，以后你每月的燕之屋鲜炖燕窝，我给你承包了。只有这种22年的大品牌燕窝，才能配得上精致的你。太好吃了 ，Q 弹，多吃点，对宝宝好哦。嗯，看项目页的第36页。我以后你只能对我笑。我在谈500万的生意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说你拿什么赔我？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能让一个公司破产？江湖人称霸总，你可以叫我爸。叫你什么？爸。哎，阿妈。今天我们要反聊雪姨，兄弟们，学着点。这 shit is kind of funky。哦。神经病，要不要一起下班？你有狐臭吗？没有啊。那你为什么像狐狸精一样迷人？今晚7点，我们在直播间，更多惊喜等着你，兄弟一定要来哦。看哪三分？你老子啊！我冰淇淋呢？啊！王总，我操啊！这边。嗯。哇哇！UFO。走。看那边。你没事吧？八爪鱼没吃，全是冻干酸奶和水果干，很适合你。这不太好吧？我知道你在减肥，我这儿还有黑麦口味，有藜麦和奇亚籽，高膳食纤维，饱腹感强，很健康，很适合你。谢谢王总。哎，王总来了。王总在哪儿啊？妈妈 ，Bad boy 懂个性。都说男喜欢懒变的女人，姐妹们别。上帝天哪，你居然还在加班，上上我自己腿吧。假的，好痛啊。别哭了，王总要打我。学长这么晚在加班吼，哦，要不要吃个薯片啊？走。哎，上班很辛苦的呢。现在病得怎么怎么啊，你看这个皮肤呢，好粗糙的呢。我这个朋友胶原蛋白呢，皮肤很好呢。哪个时候最近在吃糖分类的胶原蛋白酸糖，一口里面足足150毫克胶原蛋白哦。加是哦，老二不啊，不吃糖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里头没得这糖，不会胖的。这么好吃自己留着吃吧，不够啊，还有。爸，是不是这个麻辣烫好吃得很？嗯，你咋造啊？听说网恋很火，还能小号的男同事们聊了半个月，今天不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社会险。亲爱的，我想你了，宝贝，我想你了。亲爱的，我想你了。爱的魔力，杨磊加我微的哟。爸爸，你没人聊，我还人聊嘞。你都有人聊啊？看到没有嘛？我这 APP 里面语音匹配，可以一键开聊。听我这么迷人的声音，小迷妹一大堆，自己点评论区链接搞一下。你妹妹是不是那个哟？亲爱的，我想你了。哎呀，那个是你这个软弱子吗？还我们那个 APP。宝贝，我也想你了。亲爱的，我想你了。王总发这么多消息不回我，再来试一下。小哥哥在干嘛呢？要不当面跟我聊。好像搞二哥哥的西瓜哦。好，宝贝，我在吃西瓜。也不知道哥哥的西瓜甜不甜。I'm a bad boy, don't go sing。教你们一招，如何让老板心甘情愿为你刷卡，姐妹们。下个月的方案做好了吗？欢迎王总光临大型时尚。
上拍卖会现场。多少钱？这是一颗爱马仕真皮橘子，我是从法国带回来的，起拍价50万。你咋个不开枪呢？可以，不要了。王总，怎么呢？第二个拍卖品是来自南极的神经冰矿泉水，神经冰不仅可以骂人，还非常稀缺，价值连城，20万起拍。好，我给你40万。啊，你还不给我？还有最后一个品。我说我的方案呢？王总，你脸都起皮了。我有秘密武器，这是国际大牌欧莱雅安瓶面膜。你看，这么多玻尿酸精华搭配天然海藻膜，膜液分离，干净卫生，只要轻轻几压就能完成一次深度补水。哇哦，感觉现在自己在大海里面遨游，好细腻光滑哦。你想不想？我想。你要是再补个方案给我，刚才那些我都不买了。别，王总，我给你，我马上发给你。那个钱，拿去刷。王总，我也要啊。今天是儿童节，我们要让雪姨感受一下童年的温暖。兄弟们，学着点。哎呀，你帮我翻一下嘛。嗯。卖童年的那个。哎，你好。呀，我记得的。哎呦妈！姐，给你说个秘密。还玩这个？你也想要礼物吗？可以啊。这都简单不？简单不？这简单不？喜欢看你的笑容绽放在下雨后。来放个字块吧，说的很饱。哈利。好嘞。I'm a bad boy, don't good thing.